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在今天这个视频里呢，我给大家讲解一下响应式的网页设计。所谓是响应式的网页设计呢，就我个人而言，就是通过一次编码就能够保证咱们的网页能够运行在各种设备上，嗯、呃，并根据各种设备的硬件屏幕的大小来自动的调整。毕竟现在来说呢，二星二十七寸大型显示器和小型的 iPhone 手机呢，在显示同样内容上是有一定区别的。那么今天在这个例子里，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呃响应设计的编码，让大家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因为现在市面上硬件的这个品种呢非常的繁多，嗯、呃，显示器的大小也是各不相同。那么我们要为每一种显示屏幕都开发一个单独网站的话，是相当费时费力的。那么就需要我们呢为各种设备的屏幕大小来定义一个规范，让浏览器呢能够根据我们定义的规范自动切换网页的显示模式。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其实呢，Bootstrap 已经给我们定义好了这个规范，我们拿来用就可以了。我们首先看一下 Bootstrap 是怎么给我们定义的这个规范。好，咱们来到官方网站，先点击上面的 CSS Menu。 然后再点击旁边的 Grid System。OK，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官方对于网格系统的描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阅读一下。好，咱们往下拉，在这个地方呢，呃，官方呢对于这个屏幕的大小给咱们分成了四类，咱们看一下。第一个呢是小型手机，第二个是平板电脑，第三个是一般的电脑，第四个是大型显示器。那么咱们在做网页设计布局的时候呢，只要对于这四种类型进行分别的布局设计，其实就可以了。 另外还有一种关于隐藏的标记，稍后我也给大家展示出来。好，咱们打开今天的模板文件。首先，今天的模板文件呢，其实是和上一期的模板文件是一样的，分为头部、脚部以及中间的部分。中间部分又分为左、中、右。咱们先看一下实际的显示出来的效果。好，在这个效果中呢，是一般的 PC 电脑所显示出来的效果。咱们现在呢，变动浏览器的大小，咱们注意，大家注意看，页面的布局发生了变化。 到现在为止呢，大家看到因为布局已经发生变化，中间的内容部分呢由左中右已经变成了上中下，这个就是说咱们的这个网页在手机看的时候呢是现在这个显示的内容。那么好，那么我们要现在开始呢就要根据这个手机和 PC 不同的屏幕大小来做不同的显示。我们现在来做一下实际的编码，让大家看一下。 好，在这里呢，我想对小屏幕手机进行一个定制。嗯、呃，我想把左边菜单栏和主要内容在小屏幕手机上显示在一行，然后呢，宽度各占六列，让右边菜单单独占一行，宽度呢设成十二列。咱们实际看一下这个的效果。好，大家注意，XS 代表小屏幕的手机，设成十二列。好，咱们运行看一下效果。浏览器正在启动。 好，启动起来了，咱们拉动浏览器的屏幕大小，来注意看。好，咱大家注意看，左边菜单和主要内容已经在小屏幕的时候跑到了一行去，然后呢各占屏幕宽度的百分之五十。右边菜单呢跑到一个新行去，占屏幕的百分之百。这个呢和咱们预想的样子是一样的。然后再拉大的话呢，又回到 PC 显示模式。OK，接下来咱们再展示另外一个效果，就是说在小屏幕手机的时候呢，我想把右边菜单隐藏起来。那么咱们在这个地方呢会用到 hidden 属性，然后再加上。 S X S 就是说小屏幕隐藏属性好，咱们直接运行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啊，有一点慢。好，出来了。咱们现在呢，拖动浏览器的大小，请大家注意看右边菜单是否消失。OK，消失了。也就是说呢，刚才的显示效果并不变的基础上呢，右边的菜单已经消失了，而左边菜单和主要内容呢，还留在屏幕上，各占百分之五十的空间。大家想一想，像这样的效果，如果咱们不用 Bootstrap 框架而自己手工编码的话，将是多么的麻烦。 好，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今天介绍的主要内容。今天的代码呢已经放到了开源中国上，请大家随时下载参照。好，谢谢大家观看，拜拜。